Oh, yeah.
哦，跟大家聊两句吧。好，这个首先先感谢大家今天来到四后实验室的专场演出。四后实验室是我和张经天两个人一起创立的，我们第一次去开始拍摄的时候就是来到了呼和浩特，这是我们两个梦开始的地方。今天我们带着各自的乐队回到这里，谢谢你们。下一首歌 Rise of Darkness。
来来来。别啊，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来吧。Yeah!